这首戏甲我来做，面台出了解了，咱就做面台出听了，一直当头啊吼，规上千啦，就甲讲，我以前嘛是这个天赋创造能力啊，吼，一定有天赋就真正的福利是，也是是你是啥物啊？所以就来问伊，伊这话就叫做第一天，就叫做第一天，因为伊本来个是叫做第一天嘛，所以第一天呢，可以来就是咱就做面台出呢来做对吼，哦，伊个这话发明了对，那么第一天呢就顶个靠下掉就各位，那么的咱个这一段节目呢在讲咱。今年年年呢，我要把时间给等他。那边人家说第六个业绩是第一呢，在讲非常的困难哦。以后发工资呢，这个第一哦，我直接创造了，创造了给恢复了给哦。第五期刚好我就提出来了，啊，我要做工，我要打工，我要做的，而且就会当人家来了解，这是以后我时间来当推荐给来分享。那么这段节目来这。我刚进工作，而且我讲，我把我的一辈先问是古有名句呐。我记得那些关心他、那些领袖们，因为都在注意他心中的，放下一些的嘛，该改开始的，尽量不下，下改不尽量。这句既有意义，不无意义，这句话了，伊呢那些人，那怎样讲也会有，也会有哦。也过错了对吧？那知错能改，以及进修，哦，不再精进了。你得要把我们要几年，不一些修行遵行。你像有公家有当践行的来修，有做在做边广，就得当在做在摸。那么记忆呢？咱分这段经文也小小有意呢。咱我咱贵老师一样的该写一张工。我们在说古话，吸引众生救星的欢乐的子孙，一切文化吸引啊，引来救星的欢乐子孙，吼、哦，咱有当了解。比如讲，有不咧嘛，是因为疾病引起啊，或者是说感冒啊，就是感冒药啊，不够命啊，不够命，然后胃病啊，就是胃病药啊，吼。所以大家要明白咧，福德嘛，是世间以无形为无相，所以咧，一定要来讲。伊个是优秀啊！伊说是伊一切是哦，主管是分别是分优秀，伊才讲话优秀，这拢是方便说法。比如呢，说比较涉及呢真理实相的境界，吼、哦，就是真理的是上面的。那么现在现在呢，咱另外说是讲伊，要关心内底是英雄，伊是不说多，然后就来当真啊，吼、哦。他的天心功坚信不疑呢，竟正落败啊！这部武魁呢，我把它说到一本该念三百五篇，如果那一本该念呢，单得得在讲一本该念三百五篇的这并在这个心经里面呢，哈，这个分义将来可以对，好，所以有做呢，这个天心呢，一本先不上呢，你嘛是越看越分义将，分义将来呢。今日就会发光，所以才会讲是无相。一切显观，显到诸法都不变，成为无相。哦，爱就来讲无相。这嘛是那个天主义的观点，大家变大，分别变说之意。哦，如果有当了解，就是咱有将会给当了解，那么以经历呢里面的演变嘛。哦，所以讲，今日那个话呢，咱这个。大家就这样，然后现在我发给你们，我自身心里来对哦，现在自身持续来对，哇哇，你说无常呢，已经的是一年在哭，不低不打打腰，这样来学习这个的无常。那么无常呢，并不是消极，你说不消极消极，我也来说信用是消极，不消关系消极，你现在是解不一定来关注你一哈。如果你拿不喜欢观念，价格收在轻松的，给他修改，轻松给他在他清晰。那么价格收透过他标这个渠道，给他们水清雄级的。好，这是啊，师尊老板你的你说法的功能啊。所以呢，我阿妹提出来，咱提前来分享。那么弟兄们喜欢的，记得分享报告。
总裁的指挥，都是我们所有来自湖北这边来的。我们今晚会在这儿共同开戏啊。经季节感觉温情中，人情中，孝悌中，三八规划，你同志虽无礼貌，你都有多度敬意爱心，发扬温情，就是就是为得到报，以及多出欢喜为得到报，来如心中来祭祀，祝神方无敌祈福，即已经是庙已做山，然后应将多谢将不加害，思索性就是应将归进下山，辛苦做事，此外尽人之下，家长不亲，几乎逆因，夫妇逆因，应将辛苦好。救济丰收，救拉一个积极，积极救援，稳住，出街，出有基金，人入力加持，交多种方法，以利一颗安心以行起来，黄东学习，以中心去消分。就保持自家的心情，我这方面是就是讲这个地铁，伊这个经济，我认为在分这个，我在分这个单，单纯发展哦，是基本嘛。啊，这个是中部水工，因为我们咱这个玉都桂林大师家这个石秀大师哦，伊拢在讲计较讲这个名，这个咱这个名字嘛哦，所以讲会安尼个为了这个心，但是哦，这个多种，因为是基于爱心。其实你大家讲，别安尼，因为吼，咱人拢是迄落执着嘛吼，咱人执着会讲，讲会认讲吼，家己的话，是认讲是对的啦，所以，哦，所以。这也是来讲吼，咱对着这个事情来看法多少清楚啦。咱以这个算计来讲啦，人讲，哦，咱啊，对对，我在中方的算计，我拿讲高为基准嘛吼。所以讲，只要我对着，我家己这个，哦，以这个方式。哦，这个就然后哦，咱若讲有啥物就计较，伊这发生为一个上最后的方法哦，你嘛是爱以这发生为主啊哦，就咱伊讲啊咱爱安那是爱安，毕竟哦，迄是拢发生是哦，爱以这个就啊必先负担哦，啊当然咱自在情况啊都到清晰，好咱嘞。修行这种那不少，而且咱靠这个嘛，所以嘛，我是在我是大的建立爱心啊。我在这个咱修行来讲嘛，然后呢，我咱自己真也有事情啊不做，我咱努力的高中来发展，然后安排安排时间嘛吼，啊，我们在这种爱大的。
我来报告就不来帮助嘛，当然回来用，但是心境问题用爱家己做法嘛吼，那再来再摸进嘛，所以这个哦，在住着用，这发生这个发生病。哦，这个回应者，但是我们嘛是来来开始，来做其他作用。世人要修得一切尽不空，相自见彼个彼得即相空，对吧？咱在这时，咱也是要修嘛个嘛，咱要修得动哦，爱上一切化三嘛，啊一切事情都是用。咱大家做一个就是。科研发展，我来自己心嘛吼。我咱们咱咱来我看到什么机会好谈的吼。从时间一个去相通，我咱是每一个时间来，我咱是讲爱去迄个看伊，哦，会当家己恢复家己迄个稳定的所在。哦，安尼的话，我等下是会加个时间嘛。再来是讲，哦，在这里就是一单位，啊，是在台中哦，到这个这苏达中哦，因为这已经准备来打了，所以，哦。规定吃三顿损害，所以是讲尽量不吃，吃也不行。基于辛辛苦苦经营，哦，这个是让咱了解到这个因果的道理，哦，丝毫不错嘛，哦。那么这个咱这个，哦，在你啊，就上面的。当然，咱即些咱所承受的，就是会承受你三个，我拢有一个这两个个是啊。对着这个，哦，这咱这个，哦，咱即些个，你也因为家己个压力较大，哦，当然你嘛是必然要承受一些较大吼，然后爱着是咱爱去承受的物件，你也无承受嘛就。这些无了，咱也是迄个心，也经常问一下。所以讲，为了咱去了解因果的讲，哦，咱这条我们心经，大家学习的时候，咱来去心通一点，哦，这些个空间的，像咱这些经济板块，咱也是在这个，那像咱像咱没有经济。咱嘛只要用个心去，哦，啊，咱在讲这个话，咱就是讲咱这个爱心方面的，哦，啊，咱会当扩大一块，啊，那个话哦，会当会当去讲起嘛，再来讲，我做意思这一个，哦，是会当在做这个一个讲起啦，哦，啊，再来讲，所以这条话，这条话在咱咱咱放这个。说出哦，也保留哦，也地哦，也保留一些地位，也有注意。我在这个保留很多哦，像这个这一张好，这往这个哦，爱乐业力哦，这个是讲也心中保留的是好。在安利就拿五金写的哦，他一些地名的时候，往哪里安？哦，伊在这个伊有一个书名，我就是买准在这个，我在这个金车大约有一款一九的嘛哦，但是比如安利之前嘛是安尼，我爱这个，咱拿好买的，当然就是这个。在这边把书记嘛，啊，咱老公事情好来就好，我们咱是当做其他的代志，哦，什么办的、办的，哦，
因为在他们之中这些人来讲观众嘛吼，这个人，那是反对吼，他因为这个，将来方法在二房以及以书记的官代推行之外，就将逆然的发走。咱下来的因水之家高级中南各级以为穿发和辛苦也是相当也关心比较小无雄一接着用资金也为该关资关无雄家接着信仰有雄家接一些信和司法公正的信仰关而向高山大文经文思完魔传不仅仅安但不仅仅不仅关经山不仅仅小而向中年无穷显得思完耐心可得心该是无穷而向中年是小自己相比引发人三大疑心，四万两万斤我七天有五斤重，好像一百人开了一级，一级不好进步，难进为逆，双鱼一刷翻，他人有两千万，万个从一个开始，我这段是雷公。今天有一天哦，伊个所谓个有像伊施工哦，啊，这个上来找伊干吼，所以讲伊个去找咱桂林大师。哦，伊个有在个，伊有啥在个，我的妈，来讲伊个。我就叫人家妈做翻译的代志啦吼，有讲伊个是，虽然讲这边是可以，我叫咱先去谈，哦，这块有讲嘛，咱在这边是啊，虽然吼，咱就是个，哦，在家这边嘛吼，在家这边但是我咱还有这个，出，哦，咱是是。是嘛，是是，还有这个出世的心嘛吼，以为穿花布鞋吼，但是这是嘛是，安尼吼，还有这个，还有一个穿花，啊，本来这一心和他来说起吼，哟，那你讲，这形象有问题，上加增加环境底下上加不上。我咧请这合作大家解释啦吼，咱就明白，咱讲无上下这就是有上下这一些人物自发性特征，因为咱平时打开阿这个英雄的对角的这个新闻，所以我就来讲，安尼哦，也是不讲无同款啦吼，等下伊迄个。真的回答吼，有啥物大家做来讲，咱在这个活动吼，有迄个咱汉族话讲吼，讲，就不算吧，奖金是吃这个多少钱啊？就算吧，奖金都是这个新闻的，就是讲吼，咱大家发这个新闻。人家是也是那个，这个办公法嘛，办法是不经常的吼，那个是就是那个在做的方法手法嘛。他在这个发这新闻的时候，咱们怎么讲？这新闻来这样做下来的时候，按照这个地方的意思，哦，应该按意思哦，人家在哪里？哦，对着这个新闻的意义哦，咱啊，把重量这个、干涉量这个方面哦，咱的
但是做法就是对嘛吼，所以讲嘛是这迄个方法，所以伊要来搞这方法，所以才来讲这迄个哦，我一般咱哪里讲哦，咱讲是讲这迄个真正是无常啊，不是这迄个，咱人因为这生到死，这段时间就是容易变乱。变乱物件，有这心脑脾气，即款物件的迄落存在。我爱咧讲是，咱这个迄落物质上，伊嘛是一种的变乱，嘛是无常嘛吼。所以讲，可能讲的认为一切的物件拢是无常，但是伊就来讲，哦，这无常就是不信。哦，你看，这个是应该是不变的物件嘛，吼，不变的迄个定律嘛，咱世间所有的物件拢会改变，唯独就是讲，咱这个迄个就是会改变，应该是常嘛，吼，但是这个他讲是安尼啦，吼，你看啊，就是，我他讲安尼，这严重的情况吼，安尼一个月租微信嘛，吼。其他都有请这个有做法的开始，或者有咱呐，我们有上面经营嘛，是讲卖猪肉的咱这个这些，哦，是讲咱这种这价，哦，咱是当起来，我说呢，切磋探讨，哦，在民间啊，是话念低头，不信要求，应酸，相信显出出发善意。中家不幼，一尽发菩提心者，佛莫端详，正是由佛发转心上之德也。由一切诸法若不常者，即佛不该有自信，永受生死。即今相信有不偏之处，佛莫转常者，是发转心无常，不必。为凡夫化乐，即为是阿常，诸自修行，以常觉无常，用心发德，无有结烦恼，了离道中，破彼偏见，以天传心上心道心莫心经，念经以人为依，以断念无常，以一。他的思想以错在不知，文章最后以重大成本如何做的广泛的传播，好像你们那是某个国家了。这里这一份资料大概是讲哦，那这个是阿雄，我们讲雄的是讲，也是一个富人。哦，不变哦，不动即变哦，就算是下面去整个之外，乃至宗教不一，不有一点发菩提心，对不？这个上了，你啊，我把你报进来喂，我当然会是，我当然会讲，发这个菩提心嘛，咱就是讲哦。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土地世间所有所有的啦，用咱是这个观念它，哦，它本身，哦，咱是咱们一个哦，阿弥陀教，咱还有一点多，就是咱这边的道教，慢慢慢慢它去发展嘛，像我们讲的，哦，不得人家。那回我们就是第一法嘛，我无法无常，正是不转心上之德。哦，你来讲这个无常，你讲这个无常相对，哦，这里面就是不说讲的心上之德。咱大概来讲哦，比如讲这个无常啊，无常哦，这是讲咱在学习的过程哦。别在在，或者是在安排困难。就是像咱这时间来讲，哦，时间咱就打算
跟他们一样的，啊，他是三十三大困难，哦，你看他是我好的大学的那种，他到处走，人家没有回来，哦，他那种，他说我跟他是大学的，你看他那样，这种啊，时间不长不久，感觉其他的你，也不光娱乐不久，他也光是小，我娱乐是叫来的。我去中海平川嘛，我诶，咱是平常，咱南方个大部分时间咧，但是这要话这地方嘛，咱是咱是讲时间多过了，哦，诶，苏丹这个对世界哦，一直慢慢到靠过来自己，这对世界到世界会，但是这。你若讲平时对非常的多事，就是非常的做思想嘛吼。现在时间来当超前啦，哦，伊将伊虽然是讲，哦，咱们去开始生来回成熟嘛，伊虽然讲，咱们去了做点物件，但是嘛，只要有点信息啦，哦，像咱虽然在房间，咱来按照经济的话，我咱两个爱包一寡时间。哦，其他的是，我咱到这时间咱做咱，哦，给咱去做其他的，哦，我咱按照你会想做什么，但是伊嘛是另外一种，这来消息，哦，我哋也当然有对这些的经历做了解，可以讲，哦，伊这些的，你讲这些思想，还是讲这些的心想嘛？咱一个大部分啊，其实哦，无讲哦，是无其他思想啦。有一切文化的思想下，其实我不该不自信，用心深信，基金相信有不变之处。故我所想下，是不说真无常，我这个是，你这公司这个，哦，好啊，我这个是这个无常。来看这种哦，这熊家是不后门进入的哦。哦，这熊的是哦，哦熊的高那个不远啊。哦，这边有公安，神仙都有哎，我神仙都有哎，我看你这位听者是有心的，因为。个嘛，咱那个包啊，那个是过年是安尼啦，这个根本是不可能明天也准备啦，但是不同时的金木熊，对哦，这个不可能哦，就是咱们当地要在当地，在当地抚摸的话，我们就是想着这个熊这个地位一定要。哦，所以讲，迄个是政府上啊，咱啊，其他国家的，伊就是非常迄个，非常安尼个啦吼。即段话咱较少问题来啦，咱就安尼啦，再做啦吼。不必为官不发的是以下上，哦，这个是伊即个迄个，比如讲吼，咱即个国际观啊，就是基于即个迄个下上的。但是有这个阿七的也有报告，我单对这个阿七阿七，报单就来跟你们有这阿七报告单的报告，我单的这个家属中，这个哦，这家属没有事，但是你讲哦，他当然一般的单哦，当然他收的钱，他有收的钱啊，他很快到了。咱是来成功，安尼就是快乐啦。但是哦，这个咱一般都只会这个下场啦。咱来成功哦，啊，这一般快乐。哦，但是这个不能话的是啥呢？你是讲有钱人，他要不单纯快乐，但是这个快乐有问题呢。哦，就是心理啦。哦。在这个高中里，你得看他怎么啊，这就是热度啊。
这就是前面的超市的商务人家原始的就用在修理经过什么时间我们才能够把这一缸的钱然后给坏了但是这个都你必须很重要咱比较高峰啊我们一般人在那个金秀小温往前走那我们已经放弃快乐了很难把这些金秀的那也是把一条交流没有几种的观想哦这是一个哦给他们一般人快乐吧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情况特点这个是用心发表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往往在说哦这个我当时引起来的话都不发表了在这个他就进行我的使用电商是三嘛他来他晓得这个电商不是三哦这个是那么这个雄健不雄压缩了这些雄心发射给几种的方法所以或者是说非雄单这些的真正就叫为方法都来怕法所以你这些的管教要你告教我画这些的雄心这是说金雄金肉金墨金金和你也说哦，当然，就是从这上一条这个，哦，让一条在金上、金下、金末、金金，我们嘛是讲，咱来，咱来这个就是目标一下，咱第一个坚持完下啊。那来，要不要这个什么？一点一滴，一点一滴，金上，而且金上。是破坏物资，不是原料最大的风险。哦，对哦，咱这个放射金车，或者是讲爱放到这个冰台这些东西嘛，哦，人家这些在升级，哦，你这个分离胶哦，分离胶那个胶那个，哦，咱分离胶嘛，咱怎么讲？咱们一些那个。一个，我这一个也是意识啊，意识进去嘛，他们水里电脑来打一个哦，干涉的哦，但是大家，我然后，这里呢，用咱们四个那个和连船啊，这边呢第一个加在这个，我给你买在这个意识，在。这个是用爱看咱的地位去来迄落在讨论哦。啊，咱这个吼，咱也唔怕，咱就看下一代慢慢吼，咱就一条条块讲吼，这伊的意思就是讲，当一条条块啊，咱咱来观察的，啊，是讲吼，这个咱观众有迄落所有的一切事嘛吼。他在这个被观众包括这些事来的我就是说哦，咱就是前期的慢慢的升级哦，他说用在达到我们当地观众的时候咱的升级啊如果咱的当作为当地观众啊不然咱就刚才也租给他他打码所以他这句话就是给人你妈你这些胆子凶多少人啊哦这些人凶家里有书他在说哦有第一个不简单哦有公几乎提供因旧书相信不衰不相信不提供人家有尊敌实际望天不提供不行及限制为师相信地万一不说的主观历经天涯一人记得这下的水或者是说这很凶险的开始
去去那个地方的，哦，所以讲，天气都是良心的啦。咱呢去，或者去其他地方来发展的话，咱呢会去那个，哦，去要会去接触这个老板，然后去接触，不甩这个消息，哦，对了，哦，讲这个。这上家这个，我上家这上哦，然后这个在房地产这里嘛，然后这个上家是吧？哦，公司这个跟我们打不客气呀，但是不行，非常非常上啊，就是这一个名啊，对不？话说来这个资金。事情来就是，哦，看你是用什么方法，你产生地位用什么方法，哦，去来应对嘛。像咱这个个人嘛，就讲爱看这个老爷的做事安那，咱有啥物方法去来应对。我说讲，伊是一个不听话嘛，我嘛是讲非常非常，我看你其他人来就会难啦吼，不是方便下来，是准时是接朋友。咱那个从这个方面出发，哦，但是这个，哦，就是咱那边啊，哦，还有这些地方有呢，这个哦，这个过程刚好在红花桥啊，就是从那个村里实践那种，咱比这个做村里实践的双方咱这个。这些节目的是，我去挑这些小会啊，这些以交流机会小会的时候，妈和妈给带来的啦，哦，我当时爱这些，我当时爱我带来情书嘛，哦，啊，当时讲，哦，要买这些花花嘛，我们当时买的当时有这些花花，然后是为了将来要地里交些安心嘛，哦。那爱心情奇怪了哈，我今天不是讲我是自己赚钱，哦，对不？我就是讲吼，下当就着这个临吼临时的开心，哦，下当的确很好啊，所以讲很为为思想心理。我们不说的，我们用就是书来一个进行，哦，为一个时间，哦，去了解的，但是说，对于这个对于这个是不说的哦，但是他讲，但是到了这个方看来，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以上的是什么呢？有关于这个，哦，但是。哦，这段我们的电话是比较重要嘛，但是其中哦，因为咱我话不想来冒险嘛，啊，别当讲要不要谁啊，啊，那个哦，别当要不要谁啊，哦，别当不用管了，一种哦，只要做完大概十年以后，其他东西。
那做所变改的时间，咱是一个建设开幕的现象来讲。那一年咱发现开幕，所以呢，就比较小到不小，变成了一种文字发展的改善。那一时就比较文字发展的意见呢，就一定愿意开了那做的新声变的决定的建议。所以话不假，你刚刚讲通达了。所以你这个小并不小，是在讲简单讲，我把弟弟的精神，我把这个看得变大的，我把我讲了这句话。不知所道化众生，乃是道之妖，互相干扰掉。那为何道化不是仙人，而是道化义？阿弟。所以不管来都是这所在，所以在有形家是在讲，比咱所看性灵会得所讲小义无小，所以话我们先，那讲的小大无小，是要不方便大家给错怪大家，给别人来点赞。阿不行，不就叫阿不放不解，不偏不倚。所以，我们在一个家一块房子，一人一块土地，因为不管是谁产生的，来包括这个人配合。所以在过程当中，也加入了小一不小，其实小到不小，咱家的中间的，中间的超高，小到不小是一切了解。讲小，为什么它不小呢？讲不小，你来回小来回。所以这个是叫做雕刻，这个是手绘。所以你要给什么点比较手绘？但是呢，不够感激我的团队都不在。没够，就比较严酷的团队比较高。所以呢，你这个会员当中加一个，比如好像这些硬件之一，这是第一年就到里面发表。这大事啊，大事不大，你心里在是在讲，应该在讲，无名无字，无贵无利，搁讲起来无良之安，用你上就无边。所以这大家呢，不止所有文化中心万国，一定要咱众生的集中大事业，来集中大事业方向。那我以前你的是你懂，一定要解放点，为什么解放点给你？我就发现这边对于这个所有价值的成交都叫做好评，对吧？现在为什么不比你满足这批一下小出几千年不小变小用小发的，所以我当年这个就被压了，那一几千年那当年变小这个就被压了，所以有两年没有人家达到小一五十哎二五幺就被了，就在这种高度的地方呢，介绍小地无穷的现象之一。所以呢，两个大洞有量，因被热，这种被带来它是非常不靠的。这是
约是不是有约？约是什么？约是承诺会在房子里面传递的。可以说说。承诺会，承诺会以后啊，以前啊，承诺会。所以靠给你的那个疫情不小的小
说他是有那么小感官力，不过可以不仅可以稍微注意这个，不仅单纯有些发展的成绩的目标，但是我不仅心理我不仅啊，所以这个不仅你是在这些，所以哪怕这个在感情内会，你记得反复会平常用补习啊，但是这个单纯在考试上跳出标。那你这个小队不小心放了一炮，结果他们他反攻的特点，那你是太特别，稍微鬼心的话，会鬼和狗话就是狗跟狗比，我说那就标，那狗比心你当然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比心你当然不能对话，所以这个比心你当然不能对话，鬼心态的对话，比心。哪位大夫今天是金阿克的老金阿克一加一等于什么二对吧，到底是在一加一等于二，所以你提前年五十九的方面可以给反正五十九的方面他好笑，所以有他但反正告诉大家所以在等于二，所以在二边上谁发现能叫的贵也是谁是第几波，哪一方哪一方在后谁是第几波，你不能把那个谁是能他，所以这笔钱一家，所以这个会少掉，所以你是因为他第几波以前你要把五十多万多个电影，所以是不断的跳出压力去叫的方面去叫的方面，所以今天他比今天你在做什么呢，因为你在里面听闻讲对面听里面这里的心脏做说法的时候没有人听闻这些话不必于反复就比你想想诸己前面无小对无小又无小快乐，所以这是比你我的话出现我发的时候呢可以到我的话听不见听不见透过这里面说一下比较比较有名的戏，所以你再来高点往上他第一个人跟第一个人跟团队中压力到最后是被我的紧张一点啊紧手紧刀紧握紧紧他就是这一站比较高兴的因为是这样的戏第二个人前期不能表现然后容易拼有这样的戏，所以你喜欢加入他啊，他们他们团队这些给他建议的，记得这个男的，哪个大炮跟两位保镖的不缺，不心态不缺的脾气，就是配合那种心情的配合，以及配合那种温柔的搭档，温柔就是接着光，那是有点，那是光给的，那是光心情，那是光。他各自方面其实都在各自的情境当中，他方面有仅限于当地地高标给你用大兵，但是非一些也可以明确，所以有些给你们开心好让人这样的大标准的但是大兵相对应该他都太健康了，但我在你这里这是发现前进那他是发现这些变化他对于方面可以问题呢是否方面方面认为是哪个痛所以这些地方他是一定要跟你说他的更好玩我们在变化前方面呢这是对你的框框的框对你的框框只要有个点的话可以不要变好一点他的是人家第二他却代表了变化他不变了但是他的痛气好像有大家在当中都是大家就要那个前天比方啊是不再说，再说，再说，再说。
Thank you.